接下来我们来到 Harmony 的这个代币排名网站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都是英文模式。我们还是像之前一样点击这里，然后它会有简体中文或者是繁体中文，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中文的模式，然后它就会转变成中文，然后就可以看到 Harmony，也就是和梦恋，它的这个价格、购买、交易平台。一目了然，然后就可以选择。然后这边有市值、交易量、流通供给量、总供给量以及它的排名，从这边也可以看到，就是有关它的图表，它的市场价格以及它的价格，比特币的价格和 BNB 的价格。从这边可以看到，关于和梦链，它的主旨是提高沟通量、低延迟、低费用的一个共识平台，旨在为未来的去中心化经济提供动力。可以看到它的统计数据，它的价格、投资回报率、市场排名是155。市值、它的交易量、流通量、总供给量，历史的最低记录和最高记录。昨日的变化、昨日交易量、昨日开盘价、收盘价，这样子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，进行订阅，谢谢，拜拜。